经典中说到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，唯有相信才能够让心清净。我们修行学佛产生信心不足，是业障干扰而来，此时更要忏悔，依教奉行，不要怀疑，因为信是成功之母。我们无论做任何一件事，都不能缺少信心，尤其是修行学佛。古德云，佛如大海，唯信能入。这个信心不足呢，是一种业障来的哈。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讲说，我们对于佛法呢，存着一些怀疑，怀疑就是信心不够啊。这个都是因为呢，才从恶道上来不久，这是他的一种业障啊，一种业障啊，善根还不成熟。我们要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，要更加的这个忏悔，希望呢，要对佛讲的，就是要依教奉行，不要怀疑，一直忏悔，因为这个信呢，信根是这个道源功德母啊，就是我们要成就佛道的一个基础，所以一定要对佛法有信心啊。华严经云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信是心的归去，能生热忱与力量，因此唯有相信，使心得以清净，烦恼尽敌，菩提佛果得以现前。十方新闻黄慧如、黄凯杰高雄采访报道。